家里的后花园可以搭建不同的菜架子，就像我身后的这个是长方体的菜架子，它可以让丝瓜、扶手瓜、爬藤然后还有可以像这个样子，像我身后的这个是三脚架的方式，我在这个地方搭了三个三脚架的这样子的那个架子，然后中间呢再用一些竹竿连在一起，它还可以像这个样子。就这后面呢，篱笆的这上面我是用了做栏杆的那种分子把它架在一起，然后这样子也方便我的冬瓜呀还有苦瓜呀不同的瓜类它可以通过这个分子往上爬，还可以像这个样子。这个是我的四季豆架子，当然现在已经爬满了四季豆和它那个非常茂盛的叶子，等会儿我就会在我的下面视频里有一个解说，你可以看见它四季豆爬满之前是什么样子。